妖孽之苦。拜会卓一晨大人，劳烦您通报一下。拜帖呢？没有。那你来拜访什么？闲得无聊，想找卓大人讨杯酒喝。卓大人事务繁忙，哪有空喝酒？你这种仰慕大人风采、慕名而来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快走。可我不是人。我是妖，你去传话，告诉卓一晨大人，他一直想杀的妖，朱燕。来找他了。卓大人，朱燕来了，卓大人。剑竟然在你手里，卓一晨大人真不简单。妖孽之口，你别直呼我的性命。鸡腰丝萧条了八年，屋顶瓦片都长草了，近日好不容易有机会得以重建，我特意上门拜贺，卓大人却刀剑相向。唉，朱燕，你恶贯满盈，今日我必定杀你报仇。想杀我？一把云光剑可不够哦。等，
剑下留人。留人可以，留妖不行。严谨。卓大人真是严谨。先不管那是人是妖，我问你，这信中的内容可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又不是恶兽。你当然不是恶兽，你是只白猴子。白猿，猿。猴，凶兽之言，绝无可信。今日，我必定杀你报仇。我的耐心用完了。我早就用完了，要不是刚刚范大人出现阻止，你可以动手，但这里所有的护卫，房顶上四个，回廊后面七个，柱子边上五个，一共十六条人命也都会给我陪葬，心脉尽碎而亡。像这样，我倒数三，你收不收剑？三，尘世不顺心者十之八九。卓大人，你习惯就好。卑鄙小人，总有一天我会用云光剑刺穿你的心脏。上书奏请朝廷重建机要寺，虽然丞相大人极力担保，但崇武营从中作梗，相王尚未点头。我今日前来是想送你们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将朱燕大妖捉拿归案，邀功领赏。这份礼物，卓大人，你可满意？还不够满意。还不够。卓大人真是贪心。
那怎么才能让卓大人满意呢？现在满意了吗？我迟早会杀了你。希望卓大人说话算数。刚刚还说无欲无求，果真满嘴谎言。什么条件？我想要基奥斯里一个人来陪我一起查案。谁？这人二位都认识，指挥使范英大人，您的千金文萧小姐。卓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地牢。我也不行。文大人也不行。休想！休想！我不但要想，我还要做。现在是我提要求，你没有资格说不。放肆！为什么有血？是不是师父的血？凡人女子如此主动，身子无力才会跌倒，大人莫要见怪。你不怕我？为何要怕？我是妖。我知道，大妖朱燕。你看起来很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如此老套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好，我叫文萧。你好，我叫赵远舟。没想到朱燕大人还有艺名。狡兔还有三窟，我一个大妖有几个化名，不足挂齿。赵远舟大人，我腿不软了，可以扶我起来了。
好的。朱燕，放开他。听到没？他要你放开我。休想。卓大人的云光剑都杀不了我，你这小小短刀啊，你不会死，但你总会疼吧？不讲武德是吧？那我也……你在刀上涂了什么？妖用迷药，幻灵散。礼尚往来，你的花很漂亮，我收下了。幻灵散控不住他太久，赶紧关回地牢去。我死了，天地之间就会立刻诞生一个新的容器，代替我承载吸纳不灭不绝的力气。而那个新的容器，是善是恶，是正是邪，都不可预料。你的云光剑可以散尽一切恶煞邪祟，死在你的剑下，就可以彻底终结容器的轮回。我卓一尘，对天起誓，只要朱颜教会我云光剑的真正用法，我必定将他斩杀于剑下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魂飞魄散。很好。哟，好巧，果然是猴。这个基妖司虽然看上去穷，地方倒是挺大，前面办事，后面住人，包吃包住，省得我再找地方落脚了。他怎么被放出来了？不是组建了基妖小队吗？我怕你们甩下我，所以就跟来了。竟然跟踪我，不要脸！卓大人不是着急破案吗？我帮大家节约时间，还不好啊？还差几个呀？还差两个，正好都是我最不擅长对付的两种人。哪两种？一个女人，一个小孩。交给我吧。13岁，还没我膝盖高吧？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找拖后腿的人了。在。你把话说清楚。他急了。他虽然年纪小，却可是京都远近闻名的神通名医。他不仅会诊人，还会诊药。啊！回来。虽有生气，但黄忠之术脉搏气口应是9分，你为何只有1分啊？除非你不是人。哇！医术果然不错。你起开啊！我这个银针很厉害的，能斩妖除魔。嘿，嘿，
我们，但主要是我，他靠不住。我都查不出来，你凭什么可以？还不够明显吗？我是妖，人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，你弟弟的事情我也知道。来都来了，哎呦，大过年的，这就是金曜司啊。也不知道一会儿进去了会不会见到他。小鬼，你要见谁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这个人走路怎么没声音呢？磨磨蹭蹭还不进去？你不懂，你没听说吗？七幺四里面有头千年老妖，青面獠牙，相貌丑陋，还会吃人呢。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相貌丑陋？真的，我当时亲眼所见，当时七幺四的众多高手都纷纷倒地了，哎，只剩我一个人。那时候我害怕极了，但我还是勇敢的上去和那个竹叶一番恶斗，但我只能说险胜。不然你以为吉奥斯为何会选我参加第一批进入小队啊？白酒，你好。大荒有兽，即名梦姬。其状如豹，而文体百身，善隐身，死后风会显形。看来已经死了，死后血就显现出来了。吉奥斯保证五日内侦破此案，特此立下军令状，五日不破，视为渎职，怀压之人，自刎谢罪。若是五日之内破不了，那是不是会掉脑袋哦？你没有签字画押，当然可以说风凉话。谁说我没签？我也签了，签的另一份而已。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是不是很紧张？我看了吗？我可没有啊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没有就签了吧。用妖血立下的契约，如若违背，魂飞魄散。
一，赵远州不可用白泽令行邪恶之事，不能图谋不轨，包藏祸心，为祸人间，伤害生灵。你这是把能想到的每一次全都写在上面了吗？嗯，怎么很难做到？二，赵远州需向文萧传授妖兽知识，保护文萧安全，并心甘情愿与其保持步调一致的同僚关系。记清楚了，这可是最重要的一条。哪条最重要啊？不要作恶多端，还是保持同僚关系啊？不对啊，这不是我在要挟你吗？怎么换成你跟我提条件了？不签算了，那咱们就这么耗着呗。不行，以防万一，你再签一个朱燕。严谨。也签了，签的另一份而已。他死，我也得死。
老子就一把火点燃这火，炖一大锅鱼汤。别拿你这些小把戏对付我，你这梦境障眼之法也只能骗骗凡人。我知道你有破幻真眼，当然骗不了你，可其他妖怪想识破梦境那可不容易。就算是条鱼，该上药也要上药。为了给你拿这个药，我还得假装也被猪妖剑伤到。你怎么还有一个伤口？真是有失本大妖的颜面。你答应我的事什么时候做到？别急，快了。老爷，外面有几位姬妖司的大人求见。来的还挺快，知道吧？李伦，你又在玩姬圣那一套。没了破幻真眼，很不习惯是不是？李伦，是杀了师父的那个李伦。李伦，你可知罪？赵婉儿，你只是一介凡人，凭什么管我大荒之事？我身负白泽血脉，自当护佑大荒，我当然要管。那我就杀了你，我看你怎么管。师父，好像快想起来了，不如我帮帮他。混淆。
底想起来了吗？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和老朋友叙叙旧。怎么了？中计了。他在拖延时间，调虎离山。小卓他们有危险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立刻飞身遁形赶去救你的朋友们，把他留给我，或者留在这里保护他，让你的朋友们自生自灭。你快去救小卓他们。我和你结了血亲，我必须保护你。那小卓怎么办？小卓那边都是宠物营的人，没有药，不会法术，小卓对付他们没有问题。只要你把祭妖寺的人引到猎妖人那里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有去无回。你故意现身就是为了把我引开？愚蠢的宠物营，他们不配与你动手。动手还要讲般配，天地万物皆要般配。他这个没有神力的神女和你并肩站在一起，就不配。老朋友叙旧，这个碍眼的大黄笑话，我就替你杀了吧。那你可以试试。你能护他多久？此时此刻，还是生生世世呢？不用护着我。我和李伦之间的血仇正好做个了断。
现在山无神力，凡人只去蜉蝣之子了断，自我了断吗？凡人之躯无法长时间承载破幻真言，你是怕他看到你真正的样子吧？执念不稳，女子报仇碎金片。啊！看来你有些明白了。如果有东西可以穿透染衣的梦境，那也许……据我所知，没有。光剑诛妖破邪，不被邪祟沾染，可破世间所有魑魅幻象。文萧为何听不到剑鸣？算了，我先去梦里找他。啊！
道吧？魑魅魍魉，镜花水月，一切都是梦中虚幻。醒来就好。那要怎么才能醒？要醒来。刚刚是是吧？你搞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救你吗？我让你救了吗？反正我也死不了，帮你挡两下也没什么。他是谁？一个见不得光的。说的没错吧？一个是尊贵的白泽神女，一个是罪恶的大妖朱颜。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关系匪浅，所以他每次跟赵婉儿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戴着面具。真的是你。
如果我是你的噩梦，那就刺穿我。害怕做梦，没有梦，所以哥哥死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梦见过他。我要战胜的，是一直在逃避、一直懦弱的自己。大妖，刚才还在那里跟竹大人聊天，一转眼跑哪儿去了呀？我们再打一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看谁先破了这次水鬼抢亲案，输了的就要帮对方做一件事。可以，但这件事情必须力所能及，也不伤天害理。愿赌服输啊，小卓大人。你一脸铁青，不会连这种气量都没有吧？你背后长眼睛是吧？我脸色红润得很。明明是我和文潇一起破了水鬼抢亲案。小卓大人记性可真差。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在进机要司找你们之前就已经知道凶手是染衣，那自然是我先破的案。我愿赌服输，但你赢得也不磊落。你明明知道染衣犯案，还和他勾结，你们就是共犯。头好重，脖子好酸。又怎么了？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好重的帽子。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。大言不惭，我和你才认识几天，你了解我？做梦去吧。整个天都城都知道小卓大人风神俊逸，风采迷人，对付恶妖锋若利剑，行事更是刚正不阿，心如规矩，志如齿衡，难道不是吗？没错。所以若是我直接告诉你凶手染衣的下落，那铁面无私的小卓大人必定会立刻前往捉拿染衣，那又如何寻找白泽令的线索？正所谓过刚易折，做人做事不能墨守成规，想要达到目的，有时候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。小卓大人，你说对吧？可以变通，但不能诡计多端。推我一下呗。你听说过城隍吗？我听文潇说过，海外西经上记载，城隍是一种长得很像狐狸的妖，
背后还长有鹿角，寿命很长，接近永生。可传说中的城隍是吉祥之兽啊。吉祥晚一千年还差不多，算起来这家伙快要十万岁了。那不就和你一样？我可比他年轻多了。我是说祸害一千年这点和你一样，所以这画的是城隍背后的鹿角。没错，这是城隍的阵法。阵法？人间传说城隍乃祥瑞极光之兽，可助人达成愿望，无论是美貌、财富亦或是寿命，所求皆可实现。只是他们不知美梦成真是要以吸取别人性命作为代价。牺牲他人性命来圆梦，这么残忍。看来我之前推测的没错。这两个地方就是命案发生的地点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有可能会发生第三起命案，而时间就是明天。你怎么知道？但愿我猜错了吧。若真是如此，我头上有笔。谢谢，下次早点说。就一次。哦，你这里不是真实的天香阁，是城隍用法术构建的环境。我懂了，就像冉姨的梦。比冉姨的梦危险多了，这是某个人的记忆。谁？我才是他。分头行动。谁的馊主意？他。哎，你一脸嫌弃什么呀？一滚滚俩，两个俊美倜傥的男子伴你左右，你还不开心啊？明明是我俩伴你左右，不要脸。你俩玩吧。哎，刚刚还结伴同行，瞬间就翻脸无情。还是你好。该溜溜了，走。果然是木头做的，姐姐有危险，快去救姐姐。
朱叶，意外吗？老不死的东西，是挺意外的。没想到你还和从前一样没礼貌。我也没想到你竟然和黎伦勾搭上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个日鬼可是黎伦的心肝宝贝。是又如何？以我对黎伦的了解，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送你。说说看，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？竟然是个没有记忆的普通人偶。这个人偶怎么？我在师父给我的历代神女画册上见过，她是初代神女。初代神女？你不知道，刚才城隍不是提到了吗？我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初代神女仙逝的时候，我还不存在呢。只有城隍那样的老妖怪，才会和初代神女有交集吧。那城隍为何会有初代神女的木偶？难道神女也有难以启齿的愿望，被城隍骗了？神女的愿望就是两界太平，善恶有道，像城隍这样的坏妖受到惩罚，怎么可能被他骗？不过可以看出来，城隍对这个人偶很不一样。这上面的油彩是褪色后重新勾勒的，极其精致。我知道了，不妨用这个人偶当人质吧。老东西，我倒数三二一，你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毁掉这个木偶，把他的头拧掉。三二一。再不出来，我可就亲他了哦。荒唐！事态紧急，剑走偏锋。这剑也太锋了，这锋也太贱了。真的不出来吗？还给我，不然你们都别想出去。哎呀，我还真不着急出去了呢，只想听听奇闻野史，你和初代神女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一个丧尽天良的恶妖，怎么可能和神女有关系？有何不可？这天地间最凶残的妖兽，不也和赵婉儿以兄妹相称？
最初的白泽令是一分为二的，由初代神女和大荒中最强的大妖共同掌管。原来在我这里。万物，百恶不侵，同心共力，是守大荒。西圣大荒，天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白泽令啊！我想回趟昆仑山。嗯？我现在这个情况不太适合与你一同掌管白泽令，我目前还未找到让两个白泽令合并的要领，所以想回大荒看看迎招他们那些年纪大的山神有没有办法。堂堂大妖竟也会自卑，觉得自己不配。堂堂神女不也自卑？从前所有妖兽初听到我的名头时，或害怕，或敬畏，或欣喜，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我没有丝毫神力，根本无法帮助他们，也无法管束他们，所以我才学了那么多关于妖的知识，希望能够帮助他们。可还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不会啊，你比我这只活了三万年的大妖懂得还多，而且现在白泽令回归了，你不会再虚弱下去，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，本事也会越来越大。怪不得从青湖回来的路上，小竹说感觉我的体质变好了，就连掉入了染衣的控梦之术，身体也没有受到影响。或许就是因为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你体内的那一半白泽令一直在给我力量，忽悠着我。只有白泽令忽悠着你吗？我没有吗？好好好，果然是本事大了，一个眼神就制住了我这只大白猿，厉害。治不住你没关系，但我要治你。治我干什么？我又没病。你有。这里。
竟然想治一只极恶之妖，你也有病。这儿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昆仑？我陪你一起上昆仑。普通的纸钱而已，小罗大人至于把云光剑交出来吗？你不也撑伞了吗？如何的，香蕉，香蕉，你没事吧？你会受伤？小卓哥呢？我看着小卓跑了进来，我就追进了院子，没找到小卓，先找到小九了。哎。小卓人呢？看来他们的目标不是小九，是卓大人。人是不会凭空消失的。嗯。是冰影做的鞋。那小卓大人已经受伤了。开棺吧。